后面所有钩针用到的具体线材、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我们对应产品的详情页中都有介绍。首先进行环形起针，右手拿起线头，在左手食指上绕两圈，一圈，两圈。现在左手食指上一共有三根线，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线圈重合的位置取出，然后将线头在左手小拇指上绕一圈，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将线圈转移到左手的中指与拇指之间。右手拿起钩针，钩针在这两点之间活动，穿入线圈，针放在线的左侧，逆时针绕线，将线勾出。现在钩针上有一个线圈，继续钩一针锁针固定，逆时针绕线，将线从线圈中勾出。一针锁针就勾好了，这一针锁针要直接拉紧。现在环形起针就完成了，钩针上的这个线圈稍微松一些，方便后面的钩织。接下来我们来钩第一圈，这一圈都是在起针形成的线圈中钩织的，先钩三针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逆时针绕线，将线勾出，一针锁针就完成了，继续再勾两针锁针。现在一共勾出了三针锁针，这样三针锁针起立针代替了一针长针，我们在这个起立针上，也就是最上方的锁针上扣一个记号扣标记。如果大家没有记号扣的，也可以用回形针或者别针代替。记号扣穿入锁针的中间位置，挑起辫子的右侧两根线，这样就标记好了。继续在起针的线圈中勾长针，先用钩针逆时针绕线，然后穿入起针的线圈。再绕线，将线勾出。现在钩针上一共有三个线圈，绕线穿过钩针上的前两个线圈。这样钩针上还剩下两个线圈，再绕线，钩针穿过这两个线圈。一针长针就完成了，看一下长针的右上方有一个 V 字形的两根线，这个就是长针的针目。一个针目就表示一针，再来勾一针长针，钩针先绕线，然后穿入起针的线圈，绕线将线勾出。钩针上有三个线圈，依次绕线，将线从前两个线圈中勾出，重复两次。一、二，又一针长针就勾好了。现在起针的线圈上已经勾出了三针长针，接着勾一针锁针，然后再在起针的线圈上勾三针长针、三针锁针。完成后，继续在起针上勾三针长针。
一针锁针和三针长针。在勾的时候，如果勾不下了，可以将勾好的长针向右挪动一下。完成后，我们来收一下起针的线圈。这里一共有两个线圈，我们拉动起针的线头，会有一个线圈活动，先拉紧会活动的线圈。之后再拉紧线头，这样起针的线圈就收好了。接下来我们需要勾两针锁针和一针短针。先勾两针锁针，接着勾短针，短针是勾在这一圈的第一针，也就是代替长针的起立针位置。钩针穿入记号扣标记的位置，然后绕线将线勾出。钩针上有两个线圈，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一针短针就勾好了。看一下短针的右上方，同样有 V 字形的针目，这个针目就表示一针。第一圈就完成了。下面我们来勾第二圈，继续用这一根线编织。先勾三针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然后在最上方的锁针上用记号扣挑起辫子的右侧两根线，用来标记这一圈的第一针。完成后看一下下方，有两针锁针和一针短针形成的大洞，这里钩针穿入这个大洞，勾两针长针，绕线然后穿入钩针，将上一圈的线头从右往左放到钩针上方，边勾边藏进去。现在已经勾完了三针长针，接下来跳过左侧一针，也就是长针的起立针，在下一针的针目位置勾一针长针、一针锁针和一针长针。注意在针目上钩织时，钩针要同时挑起针目的两根线，仍然记得要藏线头。第二针长针要勾在上一针长针的入针位置，完成后跳过左侧一针针目，在下一针锁针的位置挑起整个锁针，勾一针长针、一针锁针和一针长针。注意钩针要从锁针下方的小洞位置穿入。完成后继续跳过左侧一针针目，在下一针的位置勾一针长针，一针锁针和一针长针。
接着跳过左侧一针针目，在左侧锁针形成的大洞内勾三针长针和三针锁针。勾完后，我们来看一下，将已经勾完的这一部分看作一组，这一圈就是重复钩织这样的两组。下面我们继续按照已经勾完的钩织方法将第二组勾完，也就是先在锁针大洞位置勾三针长针，接着跳过一针针目，注意针目可能会被遮住，不要漏掉了。然后在下一针针目上勾一针长针、一针锁针和一针长针。接着继续跳过一针针目，挑起下一个锁针，在上面勾一针长针、一针锁针和一针长针。继续跳过一针针目，在下一针位置勾一针长针、一针锁针和一针长针。完成后跳过一针针目，在大洞位置勾三针长针和三针锁针。勾到锁针位置时，注意先勾两针锁针，在勾最后一针锁针时要用短针替换并连接这一圈的第一针，也就是穿入记号扣位置，勾一针短针，绕线将线勾出，钩针上有两个线圈，再绕线一次穿过，这样一针短针就勾好了，第二圈就完成了。这一圈完成后，如果起针还剩一线头，直接剪断即可。接下来开始勾第三圈，先勾三针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记得扣记号扣标记，在之后的钩织中，如果比较熟练了，也可以不用扣记号扣。完成后，在下方的大洞中勾两针长针。这样我们就勾完了三针长针，接着在左侧针目位置一针对应一针勾出两针长针。注意第一针是在起立针上勾织的，也就是上一圈短针的入针位置，不要漏掉了。完成后勾两针锁针，接着跳过两针针目，在下一针锁针位置勾长针三针的造型针，
这一针的钩法是钩针绕线，然后挑起锁针辫子，绕线将线钩出。钩针上有三个线圈，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前两个线圈。这样，长针的未完成针就钩好了，继续在锁针辫子上钩两针长针未完成针，绕线，将线钩出，再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前两个线圈。这样就钩好了两针长针未完成针，继续再钩一针。现在已经钩完了三针长针未完成针，钩针上一共有四个线圈，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全部线圈。这样一针长针三针的早型针就钩好了，继续钩两针锁针，然后在左侧的下一个锁针辫子位置钩一针长针三针锁针，一针长针和两针锁针。完成后，在下一个锁针辫子位置钩一针长针三针的早型针，钩针挑起锁针辫子，先钩三针长针的未完成针。完成后，钩针上有四个线圈，再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全部线圈。这样一针长针三针的早型针就完成了，继续钩两针锁针，然后跳过两针针目。开始一针对应一针钩出两针长针。注意，之后如果没有特别说明，就都是在针目上一针对应一针钩织的。完成后，在左侧锁针大洞位置钩三针长针和三针锁针。完成后，将已经钩完的这一部分看作一组。
这两组的钩织方法基本相同。接下来开始钩第五圈。先钩三针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然后是两针锁针。接着在下方的锁针洞位置再钩一针长针。完成后在左侧长针上钩一针长针。接着在左侧长针上钩一针长针正拉针。这一针的钩法是钩针先绕线，然后从这一针的右侧穿入，左侧穿出，这样就挑起了整个长针，再绕线将线钩出。现在钩针上有三个线圈，绕线穿过钩针上的前两个线圈，重复两次，这样一针长针正拉针就钩好了。下面钩两针长针，完成后再来钩一针长针正拉针。钩针绕线后挑起左侧整个长针，然后绕线将线钩出。钩针上有三个线圈，再绕线一次穿过前两个线圈，重复两次，这样一针长针正拉针就钩好了。之后长针正拉针的钩法就参照这里的演示即可。下面继续钩三针长针。完成后跳过锁针位置，在左侧长针针目上钩一针长针三针的早行针。四针锁针，和一针长针三针的早行针。勾完后，勾两针长针。然后在左侧锁针辫子位置钩一针长针，三针锁针和一针长针。钩好后继续钩两针长针。然后在左侧长针针目钩一针长针三针的早行针。四针锁针和一针长针三针的早行针。接着钩三针长针，一针长针正拉针，
两针长针和一针长针正拉针。然后勾一针长针。完成后，在左侧锁针辫子位置勾出一针长针，两针锁针，一针长针和两针锁针。这样接着勾两针锁针，并继续在下方锁针洞勾一针长针。完成后勾一针长针，然后在左侧锁针辫子位置勾一针长针五针的爆米花针。这一针的勾法是先挑起锁针辫子，勾五针长针。一、二、三、四、五。完成后，将线圈拉大，然后取出钩针，穿入这五针的最右侧一针针目。接着再穿回线圈，并稍微收紧。完成后将线圈勾出，再勾一针锁针固定，这样爆米花针就完成了。接着再勾两针长针，一针长针正拉针，注意正拉针是在上一圈的正拉针位置钩织的。再勾两针长针，一针正拉针和一针长针。完成后，在左侧锁针辫子上勾一针长长针三针的枣形针。这一针的钩织方法是先用钩针绕线两圈，然后挑起锁针辫子，将线勾出。现在钩针上有四个线圈，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前两个线圈，重复两次。这样一针长长针的未完成针就勾好了，再勾两针长长针的未完成针，钩针绕线两圈，然后将线勾出，再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前两个线圈，重复两次。这样又一针长长针的未完成针就勾好了，继续勾完最后一针。完成后看一下，
现在钩针上有四个线圈。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这样，一针长长针三针的枣形针就完成了。接下来开始钩三针锁针。完成后，继续挑下方锁针辫子，钩一针长长针三针的枣形针。三针锁针和一针长长针三针的枣形针。完成后，跳过左侧两针针目，钩两针长针。接着，在左侧锁针辫子位置，钩一针长针，三针锁针和一针长针。完成后，钩两针长针。然后，在左侧锁针辫子上，钩出一针长长针三针的枣形针。三针锁针，一针长长针三针的枣形针。三针锁针和一针长长针三针的枣形针。勾完后，跳过左侧的三针针目，开始勾一针长针，一针长针正拉针，两针长针。一针长针正拉针和两针长针。完成后，在左侧锁针位置钩一针长针五针的爆米花针，也就是挑锁针辫子钩出五针长针。接着将线圈拉大，取出钩针后，穿入最右侧一针，然后再穿回线圈并收紧，接着将线圈钩出，并钩一针锁针固定，这样长针五针的爆米花针就完成了。下面钩一针长针。然后在左侧锁针辫子上钩一针长针，两针锁针，一针长针，
和两针锁针。这样这一圈的意思。完成后，勾一针，长针正拉针。两针长针。一针长针正拉针。一针长针。和十针锁针。完成后，跳过左侧早行针和锁针的位置，在长针针目上勾三针长针。然后在锁针辫子处勾一针长针，三针锁针。和一针长针，接着勾三针长针和十针锁针，完成后，继续跳过左侧早行针和锁针，在长针针目位置开始勾一针长针。一针长针正拉针。两针长针。一针长针正拉针。和五针长针。爆米花针上的长针仍然是挑这样锁针的两根线钩织。接着在左侧锁针辫子处勾一针长针五针的爆米花针。
再勾一针长针。在锁针辫子处勾一针长针。两针锁针。一针长针和两针锁针。接着勾两针锁针，并继续在下方锁针洞勾一针长针。完成后勾一针长针。在锁针辫子处勾一针长针五针的爆米花针。接着勾八针长针，一针长针正拉针，两针长针。一针长针正拉针和一针长针。完成后在第六圈，也就是这样造型针中间的锁针辫子位置入针，勾三针长针。这里勾织的时候注意将第七圈的锁针辫子同时放到钩针上方一起收进去，也就是挑起这样的两段锁针辫子，钩三针长针。完成后钩三针锁针，然后再在第六圈造型针中间下一个锁针辫子位置勾三针长针，钩织方法与之前相同。完成后继续勾四针长针。然后在锁针辫子处勾一针长针，三针锁针和一针长针。接着勾四针长针。然后在第六圈的锁针辫子处勾三针长针。然后是三针锁针。接着再在第六圈勾三针长针。
完成后勾一针长针。一针长针正拉针。两针长针。一针长针正拉针。和八针长针。接着在锁针处勾一针长针五针的爆米花针。然后是一针长针。接着在锁针处勾一针长针。两针锁针。一针长针。和两针锁针。接着勾两针锁针，并继续在下方锁针洞勾一针长针。完成后勾一针长针，在锁针辫子处勾一针长针五针的爆米花针。接着勾十一针长针，一针长针正拉针，两针长针，一针长针正拉针。和四针长针。完成后在锁针处勾一针长针。然后在第六圈这样三针早行针的中间一针早行针勾一针长针。注意这里只需要挑针目就可以了。并且在将进圈勾出时稍微拉长一点。完成后继续在上一圈锁针处勾一针长针。然后勾八针长针。接着在锁针处勾一针长针。三针锁针。和一针长针。完成后勾八针长针。然后在锁针处勾一针长针。再在第六圈中间一个早行针上勾一针长针。
仍然要将线圈拉大一些，再完成这一针。继续在锁针处勾一针长针，完成后勾四针长针。一针长针正拉针，两针长针，一针长针正拉针和11针长针。完成后在锁针处勾一针长针5针的爆米花针，接着勾一针长针，然后在锁针处勾一针长针，两针。一圈一圈的钩织即可，需要注意每一圈的最后一针是用短针进行连接，每一圈中的正拉针都是在上一圈正拉针的位置钩织的，之后的钩织我就不继续讲解了。大家看，这个就是第15圈完成后的小样，下面我们继续来钩第16圈。在这一圈我们需要换线钩织，继续用上一圈的线勾一针锁针固定，然后预留5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完成后拿出需要颜色的线，用左手挂好线，并放到线头的位置，接着钩针穿入线头右侧的锁针位置，绕线将新线勾出，勾一针锁针固定，这样就接好线了。接下来就开始勾这一圈，先勾3针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接着勾2针锁针，并继续在下方锁针处勾一针长针，接着勾一针长针，在锁针辫子处勾一针长针，完成后开始在左侧长针位置勾长针反拉针。这一针的勾法是勾针先绕线，然后从这一针的右侧穿出，左侧穿入，这样就在织片背面
挑起了整个长针。再绕线，将线勾出。现在钩针上有三个线圈，绕线穿过钩针上的前两个线圈，重复两次。这样一针长针反拉针就勾好了。继续勾长针反拉针，也就是先绕线，然后在织片背面挑起左侧这一针。接着绕线，将线勾出。钩针上有三个线圈，再绕线穿过钩针上的前两个线圈，重复两次。这样又一针长针反拉针就勾。